国粹精髓，为你悉心传授，修身改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红木者和圣诞竹林前的联盟方面队。不列颠故事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竹林专属。今天我们所讲的主要内容是基础师为了防守工作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教学内容或者联系方式，可以到红木者官方网站。下面我们开始。希望大家每天有时间抽出10到20分钟出来练习。如果大家想和我联系，记得测试官方网站。我们下次见。